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欲整济群蒙，会以真实之力，无量义劫难值难见，忧林瑞花，时时乃出。今所问者，多属饶益，开化一切诸天人民。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释迦如来回答阿难的请问，赞叹诸佛如来初心在这个世间的本怀，如来总的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在这里可以特别具体的指称释迦如来。那么众生无尽，时空无尽，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悲心也无有穷尽，所以称为无尽大悲，以这样的大悲心来怜悯三界的苦难众生，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唯一的本怀是要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度脱的方法就是光阐道教，光就是广大的意思，阐就是开显，佛一代十教总名为道教，大道之教，具体的说，一心清净的妙明真心为道，阐释这种道心的言教为教，所以言教是佛如来所垂显出来的，道是众生和佛同具的本心，那么广泛的阐述这样的心地法门，欲整济群蒙，这是标显诸佛如来的大悲愿力，是要整济未来世的那种蠢动盲目的众生，这个蒙群是是众多的意思，蒙就是那个蒙种子还没有生长出来，这样的一个相状就叫蒙，那么一切众生具有佛性，但是被无明烦恼所覆盖，
就像那个蒙啊，群蒙啊，这就是指释迦牟尼的大悲夙愿，要拯救这些被无明烦恼重重缠裹了的啊愚痴的众生啊，也就是我们这些众生都叫群蒙啊，虽能有佛性，但一点都透显不出来啊。会以真实之力，会是恩惠啊，真实之大力呀、啊，就是让我们这些愚痴的众生出离三界六道的轮回，圆成自性本具的妙觉啊，这就是真实之力，这就是诸佛如来的出世本怀。这种真实之力最下手的功夫在这里，就是称信赞叹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来拯救我们这些下凡的众生啊。如的释迦宣说的阿弥陀佛大愿，大愿的核心就是拯救群蒙往生净土，快速圆成佛果啊，这就是真实之大力，不是人天的小力啊，二乘的力，而是一乘一佛乘的佛果之力。那么这些诸佛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拯救我们这些蒙昧的众生，得到这样的大力，那是稀有难得了。这就无量劫来难值难见，无量亿劫啊，表明时间之长远啊。这个劫的概念都很难用我们的时间具体多少多少年来表达了啊，常常是有一些比喻啊，比如我们常见的比喻叫劫蛇喻啊，一块方圆四十里的大石头，长寿天人每一百年下来用那种细软的衣服扶一下啊，直到把这块方圆四十里的大石头扶成灰尘，扶埋了，哎，但是劫还未尽呢啊，所以无量亿劫难值啊。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难，难以直遇到佛法，难见就难以生到佛的时代啊，这都是佛这有悲悯之心说出真相啊。啊，我们罪孽深重，没有见到佛事，但是还有点善根福德，还能生在佛的依法时期，还算不幸当中之大幸了啊。如人类林瑞花，林瑞花就是优昙波罗花啊，这翻译成中文叫林瑞啊，林瑞它是指这个花呀，平时只开花不结果啊，只有佛出现的时候才有果实啊。在一般的这个宗教书籍当中，是指有金轮王出现的时候，这个世间的优昙波罗花啊啊，这只有实没有花啊，有金轮圣王来的时候，这个花才出来。用这个比喻，天下有佛的时候，哎，这个花也就开出来了。啊，时时表示它稀有难遇，非常长远的时期才会见到这个优昙花出现。啊，那么你阿难啊，在今天所问的这个
问语啊，那是功德无量啊，能够广为饶益一切众生，开化一切诸天人民啊，这就赞叹阿难尊者所问的利益甚大。在《无疑本》里面特别对这句话还有一个表述，就是你这一问的功德是胜过供养一世天下啊，一世天下就是一大洲啊，一大洲分为四大部洲啊，那么四大部洲所有的阿罗汉辟支佛，你供养，这就供养圣人的功德，这个敬田以及悲田，你对那些诸天人民乃至于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啊，地面上跑的这些动物之类，你去布施，这是悲田。你这个上供圣人，下布施这些啊苦难众生的功德啊，福德很大很大。然而比起你这一问的功德来说，那也是百千万亿倍都不相及。就是你这一问功德超过这样的上供圣人、下化啊、下布施这些功德的百千万亿倍还要多，是来赞叹阿难这样的一个啊功德。那么这个功德为什么这么大呢？就在于阿难这一问啊，令释迦如来开出整济众生脱出离世间的这种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啊。由于这个弥陀大愿的开显，五乘行人都得以得到救度啊，开化一切天人，表明弥陀悲愿利益众生甚深甚广。好，请看下面。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多属导欲慧见无碍，无能恶觉，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福过于此，足根约欲不宜回损，知识不变，光言无益。所以者何？如来定慧救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谛听，今为汝说，对曰：唯然，愿要欲闻。好，我们来看这段，这是释迦如来来赞叹如来的智慧、神通、德用是甚深不可思议的啊。那透过这段文句，我们不要用一般的觉得这个释迦佛怎么自己炫耀自己啊，他不是这样的。有没有体会到为什么释迦佛在这里要讲出这一段？这是为了令我们这些众生产生信心所施设的。因为马上下面佛所讲出净土法门、弥陀的因地、大愿、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它全体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
啊，那唯有测证到法界一切真理的人，限量亲证一切啊法界奥妙的人，才能说出来。这些都是凡夫的情见所梦不到的，也不能用世间法来论证它的正确性。所以唯有对佛本人产生信心，才会对佛所说的话产生信心。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人起信呢，就要强调你对于如来的智慧、慈悲、神通，你要产生信心，然后才能够对这个法产生信心，是表明这一段啊。所以这里就再提醒他，阿难当知啊，你要注意，你应当知道啊。他紧接着说，你这一问的功德很大，由于你这一问，我就要宣说了，而我宣说的是由甚深智慧产生出来的啊。那么如来正觉，如来是成如是道而来成正觉了啊，这个正觉是证悟到法界一切诸法真正觉智，才叫正觉啊。如来正觉也就前面所说的住其特法啊。那么如来的智慧，它是彻证法界的实际离体啊，深广无有边际，所以贤位菩萨像实信实住啊、实回向以及实地菩萨都没有办法来窥测如来的智慧有多深广啊。那二乘行人乃至于凡夫更是摸不到边啊。所以如来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维去度量的，去测量的，它整个是大不可思议啊。但是如来智慧难量，它要体现在这个世间救度众生，多属导欲，导是引导啊，欲呢是这个劝勉众生行善啊，逞一切众生的恶行啊，来调御他，来折服他，这叫欲啊。那么佛在这个世间上就得从他的 无能测量的根本智里面，以他的方便全智来救度众生，这就是前面讲的导师行啊，多说导欲，慧见无碍，无能恶绝啊，就是如来以甚深的智慧能够透视诸法的性相因果，能够与一切法的真相自在通达而没有障碍啊。因为他对一切法的差别的现象界，现象界的差别相，以及本体界的圆融一体的实相都能够把握得住啊。这种无碍呀，就好像光和光互相摄入啊，由于开发的自心这种磨合智慧啊，所以这种智慧涌流出来之后，它就不可能恶绝，恶绝就是终止它，是由于这些如来有大慈悲心，他就自然要行如来之德，如来之德就是要度尽一些众生啊，度尽阿鼻苦众生，众生还有一个不能得到救度，这种悲心，这种智慧就不会停止啊。所以这就慧见无碍是指它的根本智，无能恶绝是从根本智生出的方便智啊。那么如来的智慧神通，它就是
自在游戏了，不可思议了。这里就举出一点，他在时间寿命上就有一种超越，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这句话我们来看看啊，一餐，这个餐就有饮食的意思了啊，在佛法这样中讲，这个食啊有长养的意思啊，有牵引的意思啊，有持熟的意思，持熟就是寿命的持熟。我们寿命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是赖这个饮食来给我们来滋养啊。这饮食对众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最大的欲望，离不开的啊。那么饮食在这个世间的饮食和出世间饮食一共有九种啊。世间的饮食一般讲断食，一段一段的，像我们就属于断食，像米呀、菜呀都是一段段断食。还有初食，初食你就接触下就得到这种滋养的能量。思食就是你思维它就能得到寿命的这样的延续。还有思食就是神识啊，去细念你也能长养啊。那么初世间有五种，像禅定，禅定状态它能够滋养和喜悦自心，这叫禅悦为识啊。愿识，愿识就是我们发了个愿，这个愿呢也能够这个持住法，增长法身，愿识啊。念识就是我们的念头，念力铭记，它也能够承办一些事情啊。解脱识就是断除我们的烦恼啊，才能滋养我们的法身，就滋养法身就像除住饥渴一样，它也是属于解脱识啊。第五种法喜，法喜识，这样法性的喜悦出来，畅悦身心啊，这些。所以这个初世间的识都是我们自信真如啊离体的显现啊，它以长养法身慧命为识。我们来看这个，现在这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这里表明着这个如来出现在这世界上，他所现的应化身也就跟人道一样，他也要断食啊。一餐断食里面他能产生力量啊。那么我们一般的断食一餐可能维持几个小时，他又弱了，又要进食来维持，如果先饿个七天大概就要生命终结了，他就力量没有了啊。那么这个如来显现的，他吃一顿饭的时间却能够维持寿命一百千劫，那就不是七天就饿死的问题了。那么佛为什么能有这种能力？这就表明释迦牟尼佛应化身里面，他具有着他的本地呀、啊，本地法身德透过应化身显现出来啊，就他全体具足着出世间法的那种禅悦为识，那种愿识、解脱识、法喜识的功能在里面啊。这样的出世间的识就离开了一切物质性的东西，是从法性里面产生的能量来维持它的这种报体啊。那么如来有这样的神通妙用，它就不是一般的凡夫的境界了。哎，
透过这样，就在这个一参制的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产生的一种应化身的力量，能够把他的法身之德超越时间的德能显发出来。啊，这就是言出，这个时间呢，言和出是不二的，交参的。一念可以延拓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啊，这是一真法界啊，这种法身大事才能得到的这样的神通妙用。啊，无量无数无量复过一次，这就看这里面就产生这个如来是以本地的这种法身德啊，这个透过应化身表现了他的寿命不仅仅是百千亿万劫，而是无数无量的无有穷尽的寿命的，也就是无量寿的啊。所以在这个无量寿当中，它超越了时间的过去未来的分别，就在一参之地当中显现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佛事啊，也就在这个一参之地当中，他的也能了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所有的情形啊。所以他是在这种法身德的本地风光当中限量，限就是限前，量是度量啊，限前度量清净的境界，透过应化身的这样的形态向我们展示了阿弥陀佛的奥妙，也就是法界的奥妙啊。那么在一参之地住寿命这么长久当中，而且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还都是愉悦的，离开了衰老啊，不宜回神，就是不会姿色光颜会变异。如果是在应化身，在我们这个时间的寿命当中，它肯定有一个衰老啊，念念变迁啊。哎，如果如来透过应化身住在法身的状态当中，它时间就超越了，没有那种念念千变的步入衰老的情况。步入衰老，那你说他就会姿色变异啊，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样子，今年是这样子，明年一看就衰老了一些，十年一看就啊不堪入目，再若干年一看，那简直就是颤颤巍巍啊。哎，佛没有这个情况，姿色不变，这个六根身心没有任何的毁坏。哎，这表明在佛的应化身当中是能够体现佛的圆满的报身的，圆满报身就超过了这样的时间的波斯啊。啊，所以这就表明应化身佛还要示现出有生死、有衰老、有涅槃，这就八相成道嘛，他要示现这个。然后现在他又说一个不可思议的法，要以这个本极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把这个现象界的那种衰败的情况把它超越，告诉这就是真实法，如来可以不是八十年的寿命的，他可以是无量劫的寿命的啊，如来不是这个涅槃身，还会生病，还会衰老的。他不是，他在这里能够显出不生灭的那种报身，就不宜回尘了。在这种一参之地住寿命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光放出的光明，他的颜貌不会有任何的变异，所有者合。那释迦牟尼特别反问一下，为什么佛能够有这种妙用？下面几句就和盘托出如来的这样的
不可思议的定慧啊，就总结能够达成这样的境界的原因何在啊。如来定慧啊，一切诸佛菩萨所证的这种果实都以禅定和智慧为根本的啊。禅定定慧一定要等持啊，如果只是有禅定而没有智慧，那么虽然你能够住寿命很长，但是就像槁木死灰呀，它不会放光啊，它不会说法呀，它在禅定里面就枯啊啊。如果只是有智慧而没有禅定，哎，虽然你有智慧之下能现出这种光明，这种颜色的变异，光色啊，身痴在里面有种种佛刹的显现，但是你现出时候你没有禅定，你就超越不了饥饿干渴，它还是有所需求啊。那么唯有如来啊，在这种定和慧同时具足的情况下，所以他在那种大三昧极定状态如如不动而能现出光颜巍巍的这样的情形，而且寿命无量劫的过程当中不会有念头要去饮食这样的杂念啊，那他才能够知色啊，光约不会变异啊。所以如来的定慧就畅无极啊，就是究竟圆满啊，畅就是通畅无有阻碍啊，无极呀、啊、就是无有边际啊，无有极限啊。就如来的定慧呀、啊、是彻证到了自信广大如虚空这样的一个自信啊，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啊。当我们常常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还很少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为什么佛能够一切法而得自在啊？一切法得自在就是心能转悟，超越的诸法对身心的拘束啊，障碍啊，得自在法。我们再参照下《华严经》不思议法品啊，在第33卷，我们同学正在念《华严经》啊，他在介绍诸佛世尊有十种自在法啊，成就十种自在法。第一种就是于一切法都得自在，一切法包括心法色法，它都能够随心所欲啊，得到广大无碍的辩才啊。第二是教化众生呢，这个佛来到这世间，他以教化众生为本怀，二六十中观察众生的根基什么时候成熟，哎，众生根基一成熟，他去教化救度他，不会失去时机，他有这种自在，不前不后啊。第三，这个诸佛如来能够令无量无边的这个刹土虚空界六种震动，能够用种种庄严庄严虚空法界，能够使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能够使大的变小，就像这个维摩诘经讲，能够断取三千大千世界抛到很远的地方，哎，但是这里面众生不知不觉意识不到，那如来有这种自在啊。第四种，诸佛如来他有大的神通力，能够庄严清净一切世界啊，那所庄严的微尘数的佛刹庄严，这些事项
又能够让他平等的入到一个佛刹里面来，啊，一多相即，广狭无碍，有这种自在，啊。第五个自在，啊，是见到一个众生，他得度的因缘快成熟了，他就要救度他，救度他随行六道，能够助寿命不可说的劫，去救度一个众生。在救度的过程当中，身心无疲无厌，调伏这个刚强难化众生也是不失时机，啊，对一个众生的救度是这样，对一切众生的救度也是这样，有这种自在。然后第六个自在，就是佛的身呢，能够遍往一切世界，一切如来的这种处所，一念就能到，能够转无量无边的清净法轮，所以他的应化身可以变到微尘数佛刹。啊，第七个是在是调伏一切众生，啊，能够通达无碍，有无量的智慧，善于调伏。啊，第八个自在就是六根复用，眼根可以做鼻根的事情，鼻根可以做耳根的事情，六根自在，啊，能够住在世间和处世间种种境界，啊，能够在一个一一境界当中能做无量无边的广大佛事，这第八个自在。第九个自在就是他的身相，他的佛身一一毛孔，一个毛孔当中能够容一切众生，能够容纳无量无边的佛刹，而且无量无边的佛刹在这一个毛孔当中，它不会有拥挤感，广狭自在，空间突破了，啊，那么众生在那里面，他在走，如果他有神通，一步迈过一个刹土，一步迈过一个刹土，他步步这个越过了无量无边的刹土，能够见到无量无边的诸佛教化众生，但是他没有越过佛的一毛孔，啊，那么在一毛孔里面，无量刹土里面，他没有障碍，啊，佛有这种自在，啊。第十个自在就是佛在一念间，啊，能够普遍显现一切世界微尘数的佛，啊，这些佛住在广大的莲花之上，啊，视现成佛身相，啊，有种种自在的神力显现种种的境界，啊，在一念当中显现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一念住无量劫，住无量的事情，啊，那么这些都是称性而起，不加造作，不需要用善巧方便。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不出佛的自在到底自在在什么地方，啊，华严经是称性而谈，啊，对佛的果地上的功德智慧神通妙用，啊，有部分的阐释，啊，那么这些诸佛如来这些自在阿弥陀佛完整具足，所以我们要就相信阿弥陀佛以他大自在的大慈悲的救度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也是易如反掌的，他有这种能力，啊，那么释迦牟尼在这里又警示他，阿难谛听，你要认真的听闻，我现在要开始跟你宣说了，啊，阿难尊者很恭敬的对白，啊，为然，为就是恭敬之词，啊，然就是他要静下心来如实听闻，啊，愿要一闻，我很希望，我很快乐的
愿意闻到佛即将宣说的奇特之法。好，上面就是两个序就在这里完成了，一个是正信序，一个是发起序，啊，这一大段完成，下面就是正中分了，啊，正中分，我们在表上看正中分，啊，就是第一是啊追溯古佛第三，啊，所以第三章啊，我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定光如来心出于世，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定得道，乃取灭度，次有如来明月光远，次名月光，次名旃檀香，次名善三王，次名须弥天官，次名须弥等药，次名月色，次名正念，次名离垢，次名无着，次名龙天，次名夜光，次名安民顶，次名不动地，次名琉璃妙花，次名琉璃金色，次名金藏，次名炎光，次名炎根，次名地种，次名月相，次名日阴，次名谢托花，次名庄严光明，次名海觉神通，次名水光，次名大香，次名离尘垢，次名舍厌意，次名宝岩，次名妙顶，次名永历，次名功德慈慧，次名碧日月光，次名日月琉璃光，次名无上琉璃光，次名最上首，次名菩提华，次名月明，次名日光，次名花色王，次名水月光，次名除痴名，次名度盖恨，次名尽信，次名善续，次名神威，次名法会，次名鸾音，次名狮子音，次名龙音，次名处世，如此诸佛皆习已过。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古佛初心啊，这个追溯古佛第三啊，
在这里展示了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之前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53尊古佛。啊，佛告阿难，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告知阿难，乃往过去，啊，乃就是往的意思啊，也就是往昔呀，啊，鉴别不是现在，不是未来，是过去的时间，追溯以往久远，阿僧祇劫无量不可思议的情景，啊，但把时间的这种跨度推得那么遥远，这不是凡夫众生能梦想到的，只是无眼圆明的佛眼才能照见，啊，所以叫久远无量，啊，无央数，无央数就是无有无尽数劫，啊，那么这段你用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来修持这个劫啊，这就表明是极长极长的时间了。那么定光如来心出于世，在久远劫以前，这里指出了53尊古佛，啊，在5种原译本当中都有这一段啊古佛出心的记录，啊，但是所展示的佛名多少有差异。在汉译本是指出了36尊古佛，吴译本是33尊古佛，唐译本是41尊古佛，啊，宋译本是37尊古佛，啊，那么这个本子古佛的名字最多，53尊古佛，啊，在这里我们要体会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个古佛的这些名字显发出来。这里面意义深远，不是简单的一个名词的堆积，啊，它至少包含着3重意思。第一是表示释迦如来能够把无量久远的这些佛的名字都说得清楚，说明释迦如来就应和着前面所讲的定慧究畅无极与一切法得自在，在这里有一个注脚，啊，在汉译本里面，佛为了展示他的智慧的广远，跟阿难说呀，啊，他就当下限量看到过去多少多少佛，啊，恒河沙佛有多少跟他的名字一样是释迦文佛的名字，啊，这个未来会有多少跟释迦文的名字多少，啊，现在就是当下也有他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现在这些诸佛正在教化的有不有跟释迦文佛的名字一样的，哎，他当下就把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是拉得非常久远的这种诸佛视线的诸佛的名字说出来，有多少跟我名字同样的，有多少没有的。这一听阿难是听得毛骨悚然了，啊，所以就对佛说，哎呀，我一定相佛的智慧，我是很相信。现在我问这个问题，就是问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刹土怎么都在虚空啊？怎么没有像这个世间还有地居的刹土啊？他住在什么地方啊？就好像这个世间是天王天或道地天，他要依须弥山住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山，那像是天王天、道地天，他依什么来住啊？问这个问题。一问这个问题，佛就谈这个他的智慧之广也。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佛说的话还有怀疑，所以说我的智慧是这个样子，你还怀疑吗？那阿难说，我不会怀疑，我是为了解除后
未来世的人们有这种怀疑，我好跟他去回答呀。那么这里你看这个，这是佛，就是当下限量清净，把它推到过去无量劫来他所看到的清净。佛的智慧甚深甚广，这是表明第一个。第二个，它是表明一切诸佛都有大慈悲心，他一定不会永远住在法身常寂光里面，一定会要救度众生，来不断的示现八相成道，救度众生的。而且他这是所观察的，就是娑婆世界的过去久远的情况，也就表明在娑婆世界，佛出现在世间也是众生的因缘感召的。哎，娑婆世界众生根基也很深厚，他能感召这么多佛在这里示现，来教化度脱这个世间的众生。所以他表明，一个是佛的慈悲，不断的要救度众生，一个也反映这个世界众生也有感召诸佛来的善根福德。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表明即将要讲的法藏菩萨，他跟这个娑婆世界的为什么因缘最深。第一尊佛取的是定光如来，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受记师。另外一端推到前面，另外一端是世间自在王佛，简称叫世自在王佛，他就是法藏菩萨的亲教师。那么一头一尾，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得到受记是在娑婆世界，那么推到这个空间的时间两端的一头一尾，也就表明着阿弥陀佛在做大国王的时候是在娑婆世界舍去国王行作沙门的，是在娑婆世界称信发愿的，是在娑婆世界无量劫积功累德圆成大愿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能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缘分。而且从空间距离来看，这个华严经讲华藏世界的二十重世界当中，这个我们娑婆世界是在第十三层。第十三层呢，它的隔壁邻居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紧邻呢，天亚诺比邻呢，因缘最深，所以也就反映为什么我们跟阿弥陀佛这个很熟悉呀，这个脱口而出的就是阿弥陀佛啊，它是有因缘的啊，追溯这个因缘。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些，首先是定光如来，定光就是燃灯佛，燃灯佛他这个名字就是说这个燃灯佛原来也是个太子出家的，太子他一出生的时候身体就放光，四边都照亮，就像好像是灯一样啊，所以就叫燃灯。根据他出生的那种内相来建立名号的燃灯佛。在经典记录，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菩萨恨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婆罗门教修道，称这个卢童道人，他就遇到了燃灯佛出世，去供养五朵莲花，然后批发把他的露衣铺在地面在那个泥坑上，不让佛走过去不发眼泥来这个供养燃灯佛。燃灯佛这时候给他受记受记未来你要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是在他修菩萨行在两大阿僧祇劫满的时候出现的情况。这些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目的
也是佛佛相同啊。八相成道也是为了教化，教化要用一代十教的这种言教来这个化育众生，来度脱无量众生出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坚定得道，都要让他得道啊。那么这个道当然有啊境界的不同了啊。道一般是能通的意思啊，有漏的道，无漏的道啊。如果从佛道来看，声闻道、菩萨道、佛道啊。那么如果是二乘根基的，你让他得到声闻缘觉、断见思惑，他也叫得道，解决了分段生死。如果是大乘种性的，他进而啊轻断恒沙、断无明，他得到了啊大乘涅槃的体性啊，无上之道啊。所以涅槃的体性是远离一切障碍啊，远离变异和分段两种生死，得到大自在圆融无碍，这就是大道啊。那么坚定得道就看众生是什么根基啊。总之他要度脱，首先要度脱三界六道轮回啊，把这些众生都度尽了来取灭度啊。有缘的当生度尽啊，如果根基浅薄一点的，也给他种下得度的因缘，然后再示现灭度。灭度也是救度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好，次有如来明月光远。那么我们看这些佛的名号，大家啊、有时候拜千佛，还有拜万佛，那个佛名经啊，很多佛的名号经，有时候拜那个名号，拜万佛还是也是很殊胜的啊。这个佛本身是没有名字的啊，这些名字也是应度众生的需要来建立的啊。那么一般佛名的建立有五类啊，一种是表法的啊，一种是比喻啊，比喻就是以此况彼呀。第三是以这个佛的德能，他哪种德最突出来建立名字啊。还有一种是从佛的身相的特点来建立名字啊，还有一种是度化众生的妙用利用方面建立他的名字啊。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讲光远佛啊，光远这里就是以比喻来立名的啊。光明就比喻佛的智慧啊，哎，说这尊佛他建立名字是与这个世间众生在烦恼当中，如果愚痴最重，哎，就得要建立智慧的法去救度他啊。那么智慧光明远照十方啊，他突出他教化是智慧法，就用光远来立名啊，这比喻。赐名月光啊，啊，月亮它特点是清凉啊，而且在夜晚有照明的德用啊。它既能清凉呢，就解脱就为清凉嘛啊。那么它，你就想象这尊佛所处的时间，那个众生啊，那大概对于这种五欲六尘呢、啊、是比较执着啊。五欲六尘身心五阴之盛嘛，他就不清凉嘛啊，他就浮躁嘛，一浮躁欲望越多就系缚的越紧嘛，不能解脱嘛，所以就要用月光哎这个特点来救度他，这也是比喻的说法。月光佛啊，月光佛。旃檀香佛啊，
这个旃檀是香木里面很殊胜的了啊，这个很小的分量的香，六株香旃檀香，它的价值都等同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旃檀香一焚烧啊，好的旃檀香啊，那四十里外都能够闻到这个香味啊，是一切香最殊胜的啊，殊胜的。那用旃檀香，这也是比喻，比喻佛所证到的五分法身之香啊，它的香能够普熏无量世界，就像旃檀香一样啊。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戒定真香，真正的好香是持戒禅定之香啊，啊。那么戒定就是五分法身，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五种法身之香都圆满就近，它浓郁的香啊，普熏无量世界，令众生也升起念佛念法啊，念五分法身的这样的善心，显发他的自众生自性本具的五分法身之香啊，所以就建立旃檀香佛这个名号。善山王啊，这个善啊，六度都是善了，五戒十善六度啊。那么这个善德就像一切山最高的山一样，山王啊。啊，表明这尊佛他很注重行善积德啊，哎，行善这个说明那个世间众生在五戒十善方面都没有做好啊，要让他把这个善德积得像山王一样，他就能够开发智慧，进一步求证无为的佛法啊，善山王佛。赤名须弥天官啊，须弥山是最高的了啊，最上称啊，又叫妙高山啊。那么这尊佛，这是从他的相上来看，他的天官呢就如同须弥山那样的高妙啊。须弥天官，须弥等要啊，须弥山是由四种珍宝合成的啊，金银琉璃水晶啊，哎，它这个须弥山的这个合成的珍宝就能放光啊，这是表明这尊佛啊，它的身相就像须弥山一样的，它所放光明炽盛呢，像须弥山的光能够平等普照无分别救度众生。须弥等要，赤名月色啊，月色佛啊，这个月在夜晚的时候，它就远远超过一切星星了啊。来，这也是比喻说法，比喻佛为大觉，胜过一切啊。所以上面几种都是从比喻来立名的。赤名正念啊，那这个是从佛的内在的德性来建立名号，哎，这尊佛能保持正念啊，思无邪。那么佛教的正念是真空妙有啊，与一切种子沙婆罗相应呢啊。所以佛的念头没有一念的离开一切种子啊，他的身形就常常讲，这些佛菩萨是身随智慧行啊，不像我们凡夫这个身业身口意三业是随烦恼行，随无明行啊，我们就很难保持正念啊。那么这尊佛是正念啊，
聪慧的正见和救度众生的悲心啊。赤名离垢啊，哎，这些这也是佛德，他又佛是其身正不定而行呢啊，众生都有种种烦恼，那么这个佛他离开一切烦恼习气，一切垢染，究竟清净，离垢佛。赤名无浊啊，那这个就用佛德来救那个世间众生，肯定是贪恋执着很厉害的啊，所以佛要示现无浊啊，对，不仅对五欲六尘不贪不恋超越他，对那些知见这个有无啊这些边见也都要不着啊，不着两边，不住中流啊，才是啊中道的正见，真正的无着，洒开一切啊。赤名龙天佛啊，这个是从比喻的说法了啊，就像这个佛这个救度众生的神通妙用，就像天上的神龙啊啊，我们看的那个乾卦九五之卦，那就是飞龙在天呢 啊而且这个龙见头不见尾啊啊，神面莫测，大作佛事啊，说明这尊尊佛是用他的神通妙用来度化众生的，就叫啊龙天啊。赤名夜光啊，这也是比喻的说法，这个那个世界众生估计是愚明愚痴黑暗很厉害了，没有光明，那个那么佛就为众生做大导师啊，大光明呢，在众生无明长夜当中点燃智慧的光亮，夜光啊。赤名安明顶，赤名不动地啊，这两尊佛是从法上来立名的。安明顶呢，就是灌顶的意思啊，灌顶一般想到灌顶就是密法了啊啊，灌顶加持啊，灌顶在古代的婆罗门，也就是对那些即将继位的这些国王取四大海水来灌顶啊，在佛法当中也比喻，如果佛来为菩萨灌顶，他就是到等觉菩萨即将继承佛位，法王子啊，即登法王子位啊，赤名安明顶，赤名不动地啊，不动，像大地一样的如如不动啊，这种法也是表明法身不动啊，像大地它养育一切父母花树木花卉一样，那么不动地的这尊佛也在这个滋养着五乘的行人啊，各得其属，各能得到他的好的归属啊，善果啊，不动地。赤名琉璃妙花啊，这是从这个比喻和相这两方面整合来谈啊，这个比喻这个佛的身心的洁净就好像琉璃，琉璃是内外明洁嘛啊，佛身就像这个样子啊，那么妙花，花是代表觉性啊，觉性的开悟啊，出污泥而不染啊，不可思议啊，妙莲花啊，这叫琉璃妙华，这样的一尊佛的建立啊。赤名琉璃金色，这也是从身相啊来建立佛的内外，像琉璃成紫磨真金色啊。赤名金藏啊，佛身光耀如同黄金藏啊，赤名炎光
啊，佛身的光明至圣，就像阎王光啊，阎是代表光中最有光焰啊，最至圣的啊，光明赫异啊，阎光啊。那么这都表明佛呀是在用他的智慧啊，由于众生的愚痴黑暗太浓重了，所以他要显发的这种光代表智慧嘛，一定要加重他的这种力度，才能够把众生的无明昏暗烁破呀、啊。阎光啊，啊，阎根啊，阎根就是五根当中放光啊，也要放出至圣的光，阎王光啊，这样的啊，赐名地种啊，这个佛的心地。充满着菩提的道种啊，也像大地一样给众生播下菩提的种子啊。赐名曰相啊，曰相，这个佛的面相，这面如满月之相啊，这是32相的之一了啊，这是从佛相来建立。赐名日阴啊，日阴，这是从法的比喻来说啊，就是佛讲经说法的阴身就像日光普照啊，啊，日阴呢 啊，这个日光普照一切，表明佛的法阴也覆盖一切，就叫日阴啊。赐名解脱花啊，这是从德的角度来建立啊，佛德如同莲花伸展在虚空，解脱种种的烦恼啊，解脱花。赐名庄严光明啊，佛的智慧光明庄严本觉心佛，用这个也令众生啊来引发他的本觉心光啊。赐名海觉神通啊，这是佛的智慧像大海，觉就是他的自觉啊，啊，像大海般的深广啊，啊，从智慧生出的神通妙用也是像大海般的深广啊，这智慧神通啊，度化众生啊。赐名水光啊，水一般是从禅定的角度来看啊。八功德水啊，啊，德水有光明，表明定水生智慧，是名水光佛啊。那么这尊佛是用止观定慧的方式来救度众生啊，解脱众生。赐名大香啊，大香这跟前面讲的五分法身之相是有关系的啊。佛的五分法身香能够普遍的周遍虚空法界，它就叫大香啊。这个大表明是心呢 啊，其大无外的心才叫大，这是大方广的大啊。赐名离尘垢啊，这也是从佛德来建立啊，佛心清净，远离六尘之垢。赐名舍厌意啊，舍厌意是从佛的救度众生的这种功能来说，因为众生都是刚强难化的啊，如果没有大慈悲心，往往对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我们可能会放弃，会讨厌啊。就好像有啊，有的信众曾经给我提个问题，哎呀，我现在度我那个一个同学，我跟他讲了很多，对他很好啊，给了很多书，他都不理我，甚至还骂我。这个人呢，他就生了大烦恼啊！算了，不理睬他，啊，生嗔恨心啊，这就是讨厌了，啊，讨厌就放弃了。那么佛救度众生，他是精进不移，慈悲不舍一切众生，是舍弃了这种讨厌厌烦的心，舍厌意，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常常就是讨厌啊，烦恼啊，
这个众生怎么这么苦恼啊，又不像个样子，又没有礼貌，哎，怎么怎么，众生就是这个样子。赐名宝严啊，这宝严宝就是指七宝啊，七宝为什么常常指七宝，这个七是代表初世间法，代表圆满啊，实际上从七宝可以延伸无量的珍宝啊，所以这里讲宝严就是这个佛像啊，就像七宝龙具，光彩啊夺目啊，就是七宝的光明严呢，就是它是非常至圣的啊，阎王光啊，那个阎啊，赐名妙顶啊，这是指佛的无间顶像啊，它就不可思议了，你看不到无间顶像是怎么样子啊，所以无间顶呢是从我们为人的谦卑，越谦卑我们就是无间顶像之因行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谦虚一点啊，越傲慢越不谦虚，人他长相越不好啊，无间顶相也不能成就啊。赐名永历啊，前面是从佛像来建立，现在是永历是从德用来建立啊，就是佛救度众生的心是很雄啊，雄勇的啊，自利利他，大强精进，他是一种大勇在里面啊，勇者就无惧呀 啊仁者就不忧啊啊，现在你看我们在世间，他有一个我执在里面，他就做不到勇啊，比如碰到歹徒要抢劫一个人或者强暴一个少女，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他可能就一想到我把我弄死了怎么办，他可能就后退了啊。那么只有无我的慈悲心，他才能够勇得起来啊，舍我其谁啊，待众生受苦，这是一种浩然正气啊。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很多报道说见死不救的啊，上次我看的那个报道，确实有几个男青年抓到两个女青年正要强暴的时候，那两个女青年看到一个中巴车来了，中巴车呢都赶紧跑过来求救，抓到车门呢说这个请开门请开门，后面几个歹徒就在追，那歹徒就让他，你们谁敢下来我就杀死你，上面有连司机有四个堂堂的男子汉呢，在这就他们你看着我看着我下不下呀，下不下，最后就是哎，别管了吧，别管了，司机好啊，听说别管了就开车把两个那个女青年就撂下了，那两女青年是带着非常歇斯底里呀，你停下来停下来，结果车就开走了，开走的时候这几个男青年就肆无忌惮了，其中有一个女的就跑到那个山崖就跳崖，死了一个。最后公安局追查就是这个面包车啊，四个人他们走了十多里，再想想也很内疚，那就这样吧，我们报警吧。这一报警，一两个小时过去啊。那么这个事情报道之后他自己就觉得很惭愧，不能见人，大家都觉得他是胆小鬼，连他的妻子都不理睬他啊，没有勇就是怕死嘛啊，怕死，所以现在这个普遍的是没有这个勇气呀 啊碰到歹徒在那里或者做什么都是围观呢，里三层外三层都围观呢，没有人上前了。有时候看到这些我们都是很悲伤啊，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这种教育，没有一种超越那种身体的物欲的教育，他就胆小，他就怕死，对这个身体越执着他就越怕死，越怕死就越胆小，这样下去那真的会成为东亚病夫了
以后真的面对着这个别的国家侵略的时候，这些胆小怕死的人个个都是汉奸的。这都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空性的慈悲心，才能升起这种勇力。赐名功德慈慧啊，功德像戒定慧六度啊，这些啊前五度都是福德，福德的功德才能够开发智慧，才能使这个智慧更为深入啊。福慧是互相增上的，互相保持的，这叫功德慈慧啊。赐名蔽日月光，就是佛所放出的光明超胜一切日月的光明啊。那么佛的光明非常至圣，如果日月的光明在佛光面前就暗淡了，犹如巨木啊，木植在那地方显不出它的光亮啊。赐名日月琉璃光啊，这也是从比喻的角度啊，佛的智慧如同日月与琉璃光那样的至圣啊。赐名无上琉璃光啊，这也是比喻佛的智慧光明啊，就像琉璃光所隐现，无与伦比。赐名最上首啊，这是从佛的啊这种四种智慧啊，在一切世间无与伦比，最上首。赐名菩提华，佛所证道的菩提犹如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啊。赐名月明啊，也是佛的智慧光明犹如月亮的清凉。赐名日光啊，佛的光明如皋日，深空的皋日。赐名花色王啊，花和色啊，花是指菩萨在因地的这种行持啊，代表佛的啊菩萨所有的功德。王是最殊胜的啊，花色王。赐名水月光啊，水中之月，这是一个意象啊，这种意象是代表佛教的一种智慧，真俗二谛圆融啊，一切法为水中月，你觅它水中之月没有真实实体，但是它还是了了分明，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梦中事啊，这都是表明佛教观察这个世间的一些比喻的说法啊，智慧啊，智慧。赐名除痴名，这是从德用来看，佛的智慧能够除遣众生的愚痴啊。明就是愚痴，就是黑暗嘛啊。拿什么来除愚痴黑暗？就是靠智慧的光明嘛啊。一灯照亮千年暗室啊。赐名度盖行啊，这个行念恒啊，度盖恒就是佛这种救度众生，盖就是盖住了我们佛性的五种烦恼，就是五欲啊，财色名食睡，就是五盖，把这五盖度脱出来的这种行持。五盖一宣开，我们的佛性就起得嘛。所以度脱众生五盖烦恼的菩萨很啊。赐名尽信啊，尽信透过这个名字看到那个世间的众生是烦恼很重啊，怀疑心很重，清净信心得不到，所以佛要令这些疑惑重重的众生启发清净的信心啊，尽信啊。赐名善续啊，续这是指那种心绪啊，心绪当中最
啊，最殊胜的善呢，啊，最殊胜的就是百斗心啊。这犹如譬如百城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啊，表明佛德如心绪当中之王，啊，咱们百斗心就有很多的眷属在围绕，啊，善绪。赐名威神，啊，威神指佛的那种，啊，德用，佛讲经说法，啊，佛对治一切这个外道，就像狮子吼啊，大狮子吼一样的，无所畏惧，威神难量，啊。赐名法慧，啊，就是佛讲经说法，法就是智慧，啊，佛法即智慧。赐名鸾音，啊。啊，这个鸾就是指凤凰之类的鸟啊，它的音声非常美妙啊，说明这个佛讲经说法的音声，一般如来的音声具有60种美妙的音声啊，一一音声又具有啊无量无边的好音啊，啊，这个说法的鸾音能够有巨大的感召的力量，穿透众生的内心，让众生啊愿意听闻啊。鸾音赐名狮子音啊，这是对降伏众魔的一种威德来建立。狮子是众兽之王，狮子一吼，百兽畏惧啊，百兽潜踪啊，所以这就比喻成佛说法，天魔外道都信服啊，不敢来干扰啊。狮子音赐名龙音啊，这也是比喻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就像龙吟之音独声。赐名注释啊，处世说明这尊佛很通达世间法啊，处在世间来度众生故，悲心不舍众生，而且处在世间不染浊，善于处世，佛法不离世间法啊。此名处世。好，那么这些诸佛都像定光佛一样，也都示现八相成道，教化度脱无量众生，多令一切众生得到解脱啊。那你看如此诸佛皆悉已过，也就是在娑婆世界，他的文明每一尊佛示现，他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文明形态啊。我们在学术界常讲，很上一期的文明被淹没了，但是他从史前的古籍当中能够显现他种种的痕迹啊，所谓冰河期文明。那么这些诸佛你看看，表明在这个世间，我们娑婆世间有多少次非常发达的文明啊，哎，都次第的渡过去了啊。好，正好讲到这里。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